小手翻一翻，小脸变变变，从情绪变化、时间管理、不同的味道、新生命的诞生四个方面出发，涵盖开心的小恐龙。时间到了，好酸好酸，不要打扰鸡妈妈。四大主题，帮助孩子进行情绪管理启蒙，采用变脸方式，翻一翻，环转不同表情，孩子边翻书边观察，培养观察力和专注力。色彩亮丽的图案，配以富有韵律的中英文双语， get 中英双语启蒙。书中暗藏细节，找一找画面中有几只蝴蝶，增加亲子互动。绿色环保印刷，妈妈更放心。精选贺卡纸，结实耐磨，品质有保证。读一读，翻一翻，开启趣味启蒙。